最好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了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欢乐终极上大榜。大家好，今天来到这个云林县的古坑乡啊，先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，首先叫沙基努，欢迎刘福豪，哇，孟庆儿，欢迎你，姚娇哎，妮妮 ，Yes。好啊，你哇！云林县的古坑啊，盛产咖啡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大吉有来过很多次，是，他都很有名嘛，啊，绿色圈道很漂亮。啊，是的，干嘛啦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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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钓鱼啊！钓鱼，钓鱼。干嘛？干嘛来哦？解冻零件呀！哇，谁叫谁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贴这边的？这是你是捕手，这是暗号吧？你为什么贴在脸上干嘛？对啊，你跌倒啊？你们是什么哨棒？东河哨棒啊。队长谁？队长呢？你们今天特别来玩游戏啦？啊？那我们今天设计跟棒球有关啦。哦，跟棒球有关了。刘华，来，你看见人家都职业的，对，手给他看一下。职业的，你看他的手，茧都长成这样。哎呦，人家到这样的哥哥都还要练呢。你们手怎么样？都好好的啊，就是我没有修了，我没有修，没有修，没有修。我的意思说，当职业啊，就要练成这样。嗯，今天跟他们跟我共同互动一下。那我们玩个棒球的游戏好了。哦，新的哦。对对对，那个是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本垒板呐有四个一二三垒啊。哦。啊，比赛跑垒。跑垒 OK 啊。你又是黄金二垒手。跑垒是在行的。对，那你来示范第一个好了。没有问题啊。来进行我们跑垒大赛。来，跑完你站一垒的垫子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二垒呢要飘来。哦。第三点，妮妮，哦，这样，你跑过去可以抱一下，然后再继续跑，这样，好吧？跑过去可以抱一下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我本来想说一垒安打就好了，那我现在有冲劲跑到三垒安打。这个就给我刚刚讲的呢，垒包紧站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心情好一点没？哦，有啊，有好一点了。对，到本垒的时候呢？哦。这里就要飞扑了哦，这里就要飞扑了，你不能踩上来就犯规哦。好的，好好好，不可以撞到捕手啊，啊，不可以冲撞捕手，没有捕手就这样，这，对对对对，青蛙下蛋一样嘛。好，再好，预备，示范赛了啊，跑垒好彩头。非常标准，对不对？标准啊，非常标准啊，标准标准。最后护卫本垒的奖赏是谢欣。不用，这样就变处罚了，可以了。几秒？29秒，很简单。刘福豪来，请救。好，你先来啊，要全力冲刺啊，最后飞过来。你不能踩到红垫子啊，记得啊。那我们也奖励你看第一个这个梦姐姐可不可以？漂不漂亮？喜不喜欢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那其他我安排的二垒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的。他点头很快了，他觉得他比较像自己的姐姐啊，妈妈这样哈。那第三位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加油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曾金水。张敬璇啊。好，来，预备。好，敬璇。预备，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。跑垒好彩头。好，加油！现在第一位呢是我们。报人报那么久干什么？对啊，人家跑秒数哎，耽误人秒数。来，啊，两位，二垒手跟三垒手，是，不错，你们表现得很好。对啊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心里又善良，很大方，大方啊，对，比例就是这样。几秒？45秒。那你找刘富豪不是欺负人家？对呀、啊。
不行了，你找个直棒的。不是，你找直棒太欺负我来好了。瓜哥可以吗？你 OK 吗？可以吗？怪怪的哦，我了解，这种事情我们来安排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 OK， 瓜哥，拜托，我给你动力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救了救了，好，瓜哥准备好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太好了。我们现在做节目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什么观众可以跑上来啊？哪里有观众跑上来？观众都跑上来吗？没有啊，他是跟你一起玩的。没有啊，我要安排的是那个什么妮妮啊，你叫什么？妮娜。妮娜啊。Swallow 啊，你都很对。他们刚上场过了。他们上场过，现在要那个轮流玩嘛。上场谁说不能上场的？不是，你要英文名字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人念中文名字。妮妮嘛，什么 Lina？ 有他们要英文名字啊？有吗？你看那个人手有没有？阳光型美少女，她叫 Vivi 啊。运动鞋了吗？运动型的。那 Vicky， 那个应该参加伯伯妈妈倒垃圾吧？不，你这什么态度？那个是我们的红，那个最红的 Vivian。你看他拉的裤子拉的多短啊？那就直接颁奖好了，来。什么颁奖？你要挑战那29秒的，好不好？记得。几秒？45。你们乱讲29秒。45秒。我只刚调嫩了45秒，哇，来得好啊！结果你安排成这样，那这个安排成这样 OK 了，很棒很棒。有年轻的，本垒是谢青把关。好，那算了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哦，要砸。记得啊，要过去要跟一垒手 Vivi 要拥抱的哈。要拥抱吗？要抱一下鼓励啊！还是就握个手就好。要我拥抱。好，准备了。棒球，好彩头。我来了，来了。真的很痛，就大概走不动了。对啊，我现在知道你的感觉了。你今天要不要体验一下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而且你有好几次要跑离开跑垒线，要算出局。可是你要阿妈超开心的，完成就好了，完成就好了。所以我们44秒。你问了没有？啊，我都94秒，94秒。倒过来49秒也输，怎么有那么久？你真的很久哎，真的很久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他有喝了一杯。啊 ，Vivian， 你叫 Vivian 呐？哎 ，Vivian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感谢你啊哈。哎 ，Vicky 啊，哎呀 ，Vivi 啊，哎，阳光型的，谢谢，帅哥，对对对对，帅哥帅哥。啊，度假刚不挂的浪姐，有欢喜不？欢喜，人都欢喜啊。欢迎打，这三个应该平均有65了吧？差不多。好，来来来，这上口的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阿妈，谢谢妈妈黄奕啊，我叫黄奕，我叫黄奕啊，我叫黄奕的啊，好。阿哥，一样。哦，瓜哥哎，真的好痛啊！你都不会痛吗？还好，还好，真的假的？那再跑一次好了。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很痛啊！啊，接下来女生要比赛啊！啊，女生啊，女生啊，女生要比赛。那现场女生有没有？你哪里的？我们是福建的。福建过来的，马宁。我妈。来，马
你跑跑看。那个董哥呢？我啊，董哥一垒手。哦，董哥，你跑完一垒了，抱完之后你要不到二垒哦，二垒抱完要到三垒哦。啊，我们是没人的。不是的，他刚刚跟我讲说你喜欢你吗？喜欢董哥，喜欢他，喜欢董哥。没有勉强的，那也工具人，进来。你们，等一下啊，从那边，你们，请准备哦。回来要扑，不要站在红垫了哈。好，你们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们来自大陆的这位亲们，厦门是厦门吗？福建啊，我们厦门的，还有是我们的朋友，工具人也到二垒了。好，我们看看二垒手董哥跑得超快的，现在董哥到三垒了，董哥。这样几秒？21秒，快啊！快哦！哎，那不哇，曹婉玲，我看你蛮难的哦，啊，可以吗？我尽力好不好？你尽力啊！哎，你妈妈，你卡了脚都不会痛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不痛？有一点痛而已。我都痛成这样，21秒是根本很厉害的。跑得比我还快，29、21秒，21，没有感觉。你赢定了啦，是看到多少几秒而已了。垒包，我差点跑输他嘞。对，真的你。你还跑出人家哎，有很有成就啊，自己跑山的。对对对，厉害。那接下来的曹婉玲就位了啊，加油了。哎，曹婉玲，那个我们要分配啊，加鞋子啊，加，我们派三。哎，你站好了。我们的分配夏俊宏一垒，你一垒手，二垒手是刘。刚刚是董哥嘛，现在该我了。那你一垒手，我当二垒啊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跑完就好。你自己跑。我跑。那三垒呢？我刚才跑过，习惯了。曹婉玲跑的时候，你就当内野工具人了。轮流啊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这样。对啊。好，好，彩头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你就知道我们不是演得很痛啊，真的很痛啊！啊，我们是跟新手相连啊，新手相连啊，对对对，你看看，他都一直牵着手，很痛啊。是你牵了人家，是吗？是啊。几秒，比我还好嘞，对不对？60秒很厉害啦，比你还好，蛮容易的。你94，对呀，他就不会比我好。对对对，那个啊，颁奖啊！新手相连的是这一场，厉害！你站了多久了？13年了，还习惯吗？继续加油了啊！谢谢。哎呦，真的痛到一身汗，是不是？那玩完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吃一下云林在地哈非常有名的真的姜母鸭。真的姜母鸭？那请问哪里是假的呢？有其他的假的？不是啊，其他地方可能不是真的，但这里是真的。啊？你这样很严重的指控吗？哎，你怎么这样子讲？其他地方，别家店面看到我们在卖姜母鸭，看我们节目说你是指控谁，你就把它说出来嘛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说你说这里是真的，其他不是真的。这里是真的，但其他地方不一定是真的。透过电视媒体大众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，这样乱讲话可以吗？我说的真是吹啦，啊，吹东西用吹的，用蒸的，蒸炒炸的。炒再下去煮，哦，这样啊，是用吹的，用真的会比较好吗？也差不多，其他的不见得是用真的哦，别人用假的，它不是一样吗？啊，等，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啊。对，在这里啊，哎呦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这是老板啊，哎。
你是真的姜母鸭？哎，我们的姜母鸭是用真的，用真的，哦，用真的。啊，我的姜母鸭是用哦，即马炒好的先下咧头往内面，哦，啊，搁落用蒸汽红是落去吹，它无干。比较没有那么味道重，但有点清甜。我觉得它好像是真的的话，香味比较重，对，反而是那个汤味比较重。但是原本因为它原本肉是用炒的嘛，所以那个肉味道就比较大。哎，对对对，更更溜嘛。海鸥，我谁那边唱歌啊？一下能进化。哎呦，哎呀，还是像我的阿公阿妈来来来，阿哥我表演了。哎呦，来给他看。阿妈快快来，快快来。我连鸟你爸爸这个星星啊，我怎么听到音乐有人一直当当当克丽伴奏没有变音啊，好像和弦都一样，到底有没有在他是在变和弦没变吧，和弦没有变哈，和弦没有流行的嘛，又可以你看注意听音乐，有那边滥竽充数的吗，又来了哈，对根本没有动哦，会不会？我没有变化，我学的音乐是很小的。睡啊睡啊睡啊！来六六六六，你们有教多少人？我们有20。那教这个乌克丽丽谁教的？我们那个我老师。你们每天那每个礼拜练多久？两个小时。那个8:30练到10:00，那一个礼拜练3天。不错啊，很好哎。那我会来点熊。老师礼拜五会过来。来点熊多含香啊。这个84岁的。你变得细了呀。这阿妈几岁？79哦，84岁啊，哎呀，82了，84岁哦，82。哇，这都跟那年代差不多。学到了，80几岁的，所以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弹哦。你可可以先起，厉害哦。其实也不用怀疑他们会不会弹了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就好。真的真的是，说实在，他们也听不出别人有弹错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 pitch 下来，你这样 key 有没有在上面也 OK 了。我是啊，人都不是专一个快乐上的。对啊，你讲有道理啊。人老了知道自己贵啊。啊，你刚刚把首歌播啊，这边什么歌？那我们同在一起呀。快乐颂，对啊，那有快乐颂啊！来，朵花买来，啦啦你呗，1、2、3，来。师改，那么大地拢会当用这个和弦。哎呀，瓜哥，老师教什么不重要啦，重要的是你没看到婆婆妈妈们聚在一起唱唱歌是多么开心的事吗？所以我真心推荐瓜哥，你以后也可以来这边与妈妈们一块欢乐，才会永葆青春哦。接下来，我们这个社区的理事长还准备了一个超大的弹珠台。这里是给，哇塞，这是阮过去乡公所哈，为着咱这老人，老人回家的年长者所设计一个游戏。这个大大小小都是弹珠。对，没错。这个呢，完全是那种废物利用，本来要丢掉的那种床板啊、家具啊，是哦，对，资源回收嘛，真的社区里上有在做事是这样子的。他今天要研发这个煞费苦心，让老人玩得开心啊。啊，既然他发明的游戏嘛，那你来接第一个好了。来，夏庆龙，你们，我是第一个，加油呢，张理事长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李市长，你示范而已哦，你是示范哦。你是猜，你猜对了，但没接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像这个就是失败了。失败怎么办？失败啊！失败要处罚。失败处罚。对对，那他们我们不处罚他了，我们艺人才处罚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我们陪老人家他们玩得开心嘛。谢谢你提供的哈。来第一位。还有阿妈。阿妈你好。今年几岁啊？七十八。
78啊，你的老花眼对不？老眼你挂酷眼光，他戴习惯了。看要戴，不是，没有老花眼是看书要戴，眼会昏呐。怎么样？哦，还可以耶。可以吗？哎，我很清楚哎，代表是你年纪跟他一样的吧？你也老花眼吗？不是不是，老花眼不能挂久啊，他都可以挂了。我挂就好不会写啦，配料袂，配料袂歹，你把眼配料袂歹。哎，抓嘛呗。哇，那喜欢过啊？也是贵时代呀。啊，你做什么事的？我拢无做事，我。你无做事？我伫厝甲帮阮先生做内底工。哦，但你身你身体算袂歹，因为袂翘骨嘛，你气血不错。啊，来算一个好不好？好啊。接一条话者。加一点啊！哎呀，看你偌济，我就偌济。无你讲啊，你讲啊。好啊，青菜啊。讲伤济，我嘛唔敢讲。你讲唔要紧啊，讲就大家笑钱啊，要紧。一千啊，一千多啦。一条一千。好啦好啦。好，来你好，一条一千来，预备预备。阿妈加油啊！阿妈加油啊！好来，我们高飞一个弹珠台，球越鼓到，哎呦，天打雷一样。那看一边去，就来注意看看车啦，唔能看遐，爱看车就有一旁嘛，哎，要注意啦吼，来，过一届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过一届过一届，来，碰碰弹珠台，好，新的游戏哦，我们现在阿妈再来几条换了啊，我一样一样，这边喽这边喽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哦，这个行点啊，这个行点，你就搞的呢。啊，过一摆哦，你要算啊东西。过一届，你讲话算话吼，过一摆，阿未请到贵姓？姓张。姓张哦，张奶奶说再玩一次，玩得很开心啊，欢迎哦。欢迎啊，欢迎啊，好，过来来来来，预备。跟你们欢迎。预备。碰碰弹珠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萨丁鲁这一球在直出来之后呢，你要不要玩到这个角落了？同一个角落。无菜，我嘛真系无菜，来一千块好啦。好来，对对对对，来，多谢阿妈，欢喜啊！真好啊，真好谈，真好谈，你算有良心咩？谢谢，啊，谢谢谢谢。阿妈就知足常乐啦。对啦，啊，三个机会接一摆，讲最好谈的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啊，那阿妈阿妈来啊，八十几岁来啊。阿妈，阿妈你八十四岁啊？嗯，啊你头毛好来地给头毛。喂。还有呢，就没礼貌的呢。那脚这头发怎么长得像脚把？哎，妈呀，好让人羡慕哦！这今天啊，今天啦，哎，就算这个是脚把，你也不能这样给人打起来啊。好，潘姐，潘姐，嗯，这是我们刚刚乐团年纪最大的吧？哎，还有三个机会，好，也要接呗。好，七个嘛，阿妹，请讲贵些。姓洪哦，啊，姓洪啦，姓洪，姓洪啊，坐嘞。对啊，坐啊坐啊！你看他身体都知道，十七年，十五，十五岁，十五岁，十五岁啦，十五岁啊，乖啦，乖啦，乖啦，乖吧，干啦，乖干啦，就十十干啦，是啊，啊，你两个怕中啊，十七年无唔丢啊，哈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刘福不能丢太大力了，预备，预备，来准备啊，碰碰弹珠台，看这个有力了，好，刘福好来持球了，他只是右上一样。你那无接到，有啦，就当啦，就当呀，啊，这是要安那嘞？阿你望先到啊，不，我先到这个。来来来，提起袂啊！妈妈可能这个水球太重，有感唔感啊？感啊！哎呦，阿你用这个啦？这靠我接不？不是啊，水球它就猜到位置，它也接不住啊。这球碎掉没？球碎个毛！买来气罐买，气罐买啊！来，来呗。现在瓜哥用伽马来气球拍啊，这个比较小哦。现在他回到中间右边，偏右边。杀魔嘞！几条可能叫无杀掉好了。三个机会，三个你现在心都有啊啦。接几条就好啦，只要有接到几条就好。三个你去啊，你接几条就好啊。哇，你现在好嘛好，现在好嘛好掉了。好来气球拍来，准备啊！弹珠台，沙粒珠来了，好来来来，阿妈，现在这几下，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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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安尼啦，五粒啦，五粒。五粒啦。你卡更少粒鸟，你算是个人吗？机会多一点嘛。二分之一了吧？五粒。我二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慢慢，五粒啊。我来哦，五粒，我这边五粒啊。心情有较好哦，哇！不是啊，迄受重啊，哎呀，啊这个哦受碎啊，啊搁受紧啊，等五粒伊也无食到个受灰，两千块那了对无？来两千啦，两千啦，哎呀，感谢你，谢谢，阿你欢喜啦哦，老大人欢喜，上欢喜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多谢谢，阿妈阿妈阿妈，啊这个几位阿妈，阿妈阿妈你好，你走未？阿伯啊！哎，别去这边。你目睭背后开呢？你头啊？已经看无了哦。有啦吼。头咧长哦。是你正常了。对啊。哦，才成功个正常。安尼啦，你别朝你接球啦，好不好？试看卖。接球来来，碰碰弹出台。好了，刘哥，现在出的是水球了，来看我了。现在弄的三二四二四号五号，四号五号。他知道抓到了，对，但是过期啊。去外星吗？掉了。来来来，三辆三辆，新三辆哦，三辆哦，三辆三辆开炮。现在气球啊，第一颗第一颗掉，这边这边一样一样要崩掉，一样崩掉，去了去了去了，好，那个掉掉，可以那个掉掉，那个掉掉。你爱管，我说他看不到嘛，那个来，五粒吗？五粒五粒，你们加油加油！各位，我们现在水球弄不了，就要用橘子来。出球出太慢了。山上的膜，来来来，个几千块的，谢谢阿妈啊，黄奕啊，黄奕啊，谢谢谢谢谢，这个老人家玩了可以灵活他的筋，反应力反应力反应力，其实练久了，他下次来就很厉害，因为可以两一只手抓三个了，哎呦，好厉害啊，对老人家这贡献很大，对对对，将来还都靠你的嘞，是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黄丽琴的，是，那我们社区哈有特别有准备一份小礼物哈，哎，对，要介绍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些特产，什么特产？哎呦，对，来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咖啡吧？为什么要加个篮子？哎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朝阳社区哈，我们编织班啊，我们现在成立一个那个朝阳社区编织班啊，我们纯手工的水果篮，对，这漂亮，这喜气洋洋啊，在家里过年放个橘子啊、柑橘这些，大力啊，对，加税啊，对啊，如果没有家里没有橘子，可以来这边接啊，这边接。先生送这个篮子是？对，送这个篮子之外呢，然后我们还有哦，真的哦，真的送篮子啊？你们在编的话怎么卖？我们这个，我们一般来讲哈，如果说社区妈妈他们有接这个，他们是一个是卖500块钱，那古根咖啡加上篮子要送给大家，可以打个折给大家，有好几组要送给大家。你是咖啡老板？老板是咖啡店老板还是种咖啡老板？台湾咖啡生产咖啡还有种都有都有一气呵成就都有啊，所以呢在地的要联合起来才能赚得到钱，对不对？每一粒拢是咱台湾种出来的，古坑咖啡了啊！就叫我累啊，你啊，自己准备游戏还送礼物了，观众朋友，生产你啊嘛，生产你啊，对对，观众朋友，那我们就送个游戏给他们哈，飞龙在天求好运，哦，今天呢是飞龙在天求好运，我们请到了理事长黄丽琴，有看我们节目了哈，有，你知道我们这个都一般都会有准备吗？有准备。太好了，准备在哪里？来，好来了来了，你这样你这样。你这样。我们还要准备准备是准备这个啊，这什么？这是米露水。米露水啊，米露水要干嘛？是我们这边的酒厂所做出来的。这里有酒厂啊？米酒有。古坑有出好水，当然会有好酒啊。是我们今天加码的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露水。这不是酒吗？这个是我们已经把酒精帮您蒸馏掉了。这一瓶多少钱？这个的话，我们一瓶卖180块。
哦，所以它喝起来没有酒味，没有，就纯喝水。对，所以这个要送给观众了，是，观众有这个诚意了，要送给大家了。没有其他加码，那谢谢了，谢谢你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观众，我们有加码。谁加码？谁？他不是加码这个吗？哦，对，来那个总经理，我们今天哦额外有再加码一个红包。哎，有吗？这么重还不赶快帮人家拿？你拿的手都抖起来了，太奇怪了。哎呦，拿这个就好了嘛！这个水真念过了，一百八一吨都不贵，已经便宜了。没有啊，现在变便宜了，便宜啊！这个好。你什么时候可以？他还没有拿红包出来之前就那么认真。我刚刚就很认真讲啊。你刚刚很认真。我在质疑说，这个为什么是水要卖一百八嘛？哦，这样。他说经过蒸馏有加工过的嘛。哦，那我了解了。哇，早就应该这个好啊。哦，好。既然你加码往中间站了，理事长没有嘛？哈，那个这位是理事。我们后面有一位，这位是社区的理事。理事啊，那理事今天有什么特别要贡献吗？对，可能得给加油哎，为了给大家加码一下，加码，加码，高兴的见到你，嘿，满心欢喜欢迎你，嘿，欢迎，赞赞赞，欢迎，赞赞赞，我们欢迎你，谢谢各位，来第一位，好，来第一位参赛者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贵姓？姓江，姓江嘛，江啊，江，你农民啊，种什么？种丁丁，干毛菇。茂谷是啥？茂谷是啥？干嘛？干嘛？啊，茂谷干呐。茂谷。茂谷干呐。哦，你晒得蛮黑的哦。现在是盛产季吧？采收期。采收期啊，过年又到了，要收的采收季节。啊，没今麦就无用嘞。今麦较无用，今麦有滴开开一家酒店。有请人了。有啊。你家己做头家啊？无啦，嘛是家己在做啦。进几家？教我三千几平啊！哇，是啊，是那农民也辛苦啊，这么介绍好不？这么介绍普通啊，普通你有外销嘛对？我讲内销较济，内销较济啊。对，安尼啊，今仔来发条子。这管多啊这？啊，男生从这个两百 A 七五嘛，175啦哈，175开始来，175呢是咱你数1000，咱1000啦，2000啦。啊，是哩。来呗。来，我要跳啊。好来啊，辛苦了农民175干干了。现在到200啦，200来的。一人1000啦吼，哎，啊你搁加1000啦，就一嘛3000，阿袂啦阿袂阿袂，等下赶紧，等下紧，你们3000，200哈，200要3000块钱哦，轻松啊，大拇指顶到，他好像可以提到270几的感觉，有吗？因为他很轻松啊，对啊。阿尼哦，225啊，好来，225刚赢3000了吧？对，3000的话222，因为往上走的嘛，6000哦，来一位，加油啊！还有6000块哦，好，6500，270，扎扎实实哎。有技术了，又技术了。第二，头一日个穿牛仔裤来，敢那困袂饱安尼，放个一条跳到250去啊。他弹跳力很好哎。250就跳不过了啦，来，253333，9000块钱了啊！我跟你讲跳袂到啦，9000跳不到，9000来一百。加油加油！250。我都知道差不多了，因为拉一点就差很多了。对，这些观众在喘呐，体力不行了哈。够没事？可以，还可以吗？六加冰能呀？有啊。你刚刚没张嘴，我不知道，是很多吗？不划斤啊，一天还好啦哈，但是他吃了20-30年了。借由我们这个高收视率的节目来跟大家宣导一下，其实很多人吃槟榔都想说啊，我不要加里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就好了，其实错了，只要是吃槟榔啊，它都很容易引起这个口腔的病。以前大家讲说槟榔它是降火，只要不沾什么石灰粉啊，加那个灰白灰，现在本身也不行。它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物，所以其实连槟榔都尽量不要吃，而且现在政府有补助啊，30岁以上。每2年可以让你免费筛检一次这个口腔黏膜。你要去做呢？有。有了解，今晚已经各位跳不？不解。我写了红，我写了红门家姑，今日无体力。你今晚要跳唱没有？刷刷。来。来哈。250的高度。有9000块钱了。
不是，我是想体贴农民嘛。给他回总体的。啊，你做干掉？丢啊！啊，你打个黄衣掉不掉？高清啊！哦，这边我在，这边我在。懂了，战战高了。二七五啊！对啊，你用兵高了，我来高。哦，你也高二。你三千高清啊嘛。我加高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拍胸脯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边高清嘛。九千。你看加个完满年差不多。满年差不多。有超超过未？收少。我加三千哦，啊哈，不要紧啦，今天拄好有炸钱安尼好啦，啊哈，安尼来，我挑战一万二啊，预备，他追啊，你讲别吃菜啊，这要吃输啦。阿你哦，听我翻译了哦，翻译，身体健康上重要了哦，来颁奖来，好来，这里是陈丹尼斯杀青陈伯春，古坑乡朝阳社区的，好来颁奖，啊谢谢啊谢谢，好谢谢，这里是来介绍，福寿酒厂，酒厂，福寿酒厂，贵姓？姓张，啊，美福寿楼啦，在吧哈，对，酒厂啊，米露水。五号起个灯会修。哦，赞赞赞！你哪里铁骑买冰能不能买这个健康的水啊？来，我们这边是3000块。然后哎，阿秋姐。谢。好，来众力大集合哈！祝我们农民永远快乐。谢谢。哎，头一日上高清啊啦！哦，高跳啦！刚被砍进。有啦有，恁那边赞助嘞。等一下，下面一位。小女生哪个 OK 啦？简单啦。小女生才恐怖。是吗？穿得这么亮，跟萤火虫一样。嗯。你这是什么队服？啊，这不是哎，这不是队服。什么事？你在洗澡吗？为什么是什么衣服？就一般的那种运动服。运动服，这夜跑对不对？对。夜跑才能够亮。啊，对。白天的都会闪眼。嗯。啊，就晚上跑才注意说啊，哎，有人在夜跑。车子的。才会安全。你几岁怎么参加夜跑啊？就平常那个斗六棒球场都有夜跑。你现在毕业了？还没。什么学校？云林科技大学。学什么科？云科大。文化资产维护系。怎么那么长？什么文化？文化资产维护系。文化资产维护系。比如说。比如说古迹去维护，对。就维修古迹的。就那方面都可以。啊，对。生活方面也是。你为什么对这个科系很有兴趣？高中是学化学的。哦。对，他插下嘴，那你为什么不改做炸弹啊什么的？修复方面啦，就是可以维护它这样。用什么方式就是保存这些？对，这跟化学很重要。这样子啊？你看那什么罗浮宫啊，外面埃及的什么金字塔的要么哎，他们现在越来越精密维护古迹。真的，我们台湾真的要把古迹好好维护，因为我们常常跑世界各地，有没有？他们的文化遗产都保护得很好。是啊，赚那个观光财啊！你们的态度有维护古迹吗？你们有没有对古迹要有礼貌一点？你算是古迹吗？对，就嘎贡哎。对。哦，有点，还有年纪很轻嘛，我们来这个150上，女生150了，那就1000开始啊，一样啦，1000嘛。那刚刚是李世先嘛，那接下来你先，总经理来了，那就2000了啊，因为好来，2000块钱，来2000块钱，哇，你看这个2000是对他来讲很轻松啊。有点要踢到自己头了。他这个应该会跳蛮高的，那就1000加1500，哎，1175了。再加1000，就是李氏加1000了，个人1000了。好，来，请加油加油，不能让他休息啊，年轻人体力好。3000块钱，这干单了。哇，这个对他讲已经很简单啊，200了，200也不能加到6000呐。200的话呢，200哦，刚刚已经3000了，不能加到6000，他一定踢得到啊。这样，我们这个单位1000啊，李氏1000好了，5000，好不好？来5000来杯，哎，5000块钱哦，5000单，很容易踢啊，很容易啊，应该还踢得到啊。全部是踢永八哎，永八这边高，哎，他身体都还没倒呢。225，25了，哇，哦，刚刚已经212了，212，5000哦，会不会很难？212。2226000，7000，哇，7000弟弟，你家是你个人吗？对，2222，是不是？我再加1000，7000块钱，7000呐，好不好？来杯，加油，7000块，225，选手5号，没问题，中。
两百多少？两百五了。两百五。好，两百五就可以，有的加了，有的加了。现在有七千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平常除了跑步，你还有在做什么体育项目吗？我练田径的。不能让他休息，还休息啊？来救啊救啊！好的。刚刚七千了，再各加一千到一万了啊！好，各加一千一万了，三三三一。这个过了，其他就算我的了。你看了，不让他机会休息，怎么样？害怕吗？卡波打不掉呀。害怕可以说不要跳，没关系哦。不会的，你可以后退一点来，后退一点。大家推一点，给他跑一下。预备。加油！加油！有没有人？他真的不行，他已经害怕。已经害怕了，所以我们要看得准嘛，对不对？厉害，我算你厉害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颁奖，金平是两千，他已经是多少钱啊？二一。啊，两千块是我们陈女士。陈女士的。握手一下，握手一下，谢谢。这个也是陈小姐嘛？陈小姐对。总经理的。张总经理的啊。哎，好会讲话，你看人缘又好，又开口长笑，真是太感人了。哎。好，来这里两千。制作单位的。谢谢。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你拿名片，你要干嘛？你就已经拿出来。来，谢谢。好，恭喜。接下来要玩好久没玩的头好壮壮啦！这个游戏需要有铁头功的人才能来挑战。你的头要是不够硬，就在家里看电视就好喽。头好壮壮。哎。一直以来啊，大家都头好壮壮啊，是会影响成绩呢，都是因为气候。湿度、风向，当天气球的软硬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头好壮壮里面，现在最好的男生是50，女生是谢欣的41颗，欢迎大家来挑战这个记录。你们自己比赛最赢的有3000块，过纪录的有6000块，哦，再加3000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当然放气球，我们没有故意少放或多放啊，对，我们呢一直都在练放气球，希望能够破纪录。所以这段过程大家也许不知道，只是看节目的播出，幕后工作者很辛苦的。我们看他们怎么练习拿球，来请看。我们为了要放好球，可是在录影之前就先做好演练的哦。哎呀，乖啊！你怎么会拿这个面给我？你要拿这样给我？你要拿球球这一面。有烧吗？有，因为这样我比较好抓球。这样子，这样子会突起，有时候会突起。哦，因为拿这样的话，我抓球具的话，这样比较好放。后面拿球，全部拿球具了。他怎么拿？你要对啊，你就拿这样没错啊，这样子抓过来，球具我就会接到。哦，好，大家知道回来辛苦了啊，这不容易啊，速度要快啊。对，辛苦了。所以今天有三位来挑战的。哪三位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杨玉生。杨玉生啊，几岁？16岁。16岁那么壮，你看看。你可以壮吗？可以。来拿一颗，试试看。狠的，用力。16岁，在学校练举重。是之前国中田径队。你是几岁？17。你马上就讲17。17岁啊？那你还要参加吗？该不会15岁吧？我41。41岁啊？那年龄就差那么多，你跟年轻人要拼吗？试试看啊。好，16叫什么名字？杨祖成，何祖成。等一下啊，是你自己要愿意参加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会尽量保护你啊，保护安全，好不好？17岁，你自己愿意来参加的，要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哦。妈妈在附近。妈妈在附近啊。妈妈在附近。妈妈在。好，这里看到了。妈妈你儿子的哈。好，那这样年龄有别嘛？16先开始好了。好。记住啊，你们三个最赢的有3000，过了50颗有6000。好，预备。头好，壮壮，预备。放球的都很标准啊，但有的球它是因为速度的问题啊，有时候飘掉，有的会爆掉。
绝对不是故意的啊，绝对不是故意的啊。来，四十二颗的，好，这个同学四十二颗。来，第二位，十七岁，准备好吗？四十二颗了，预备。头好，哎，很牛嘛，怕些婆啊，你好。四十二颗，头好，壮壮。快过去！过去了。他们没有故意哦，他们是真的在拿，你看都在喘哎，拿球的都在喘呐。我们喘什么？又不是我们在撞。但是你们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很厉害啊！我都好想叫他撞慢一点，我都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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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卡了，他卡了中间一个球啊，停下来，撞了两三次。对对对，那个你只要一零点几秒输掉，就不会破纪录了。真的，差一点，下次继续挑战好不好？四十八颗，领先了好不好？有机会三千块。我们再把希望放在这位快哦。但是目前四十八颗暂时领先了哈，你看，光拿气球要十几个人呐，进来吗？好了啊，预备，准备，挑战记录见证了啊，四十八颗，四十二颗，看你了，预备，啊，眼睛把帕杰捧啊，预备，头好壮壮，也不错了，你前面太慢了，要不然可以多五颗，差不多，起码多五颗，差不多。你看，拿三个就累了。地球员比撞的还累。对，没有他们很累，他们很累。你看赖慧茹累不累？好累，好累啊！你知道我们工作人员多辛苦了。辛苦。三个已经分出高下，没有破纪录，但是四十八二号参赛者请出列。来颁奖。啊，恭喜！三千块奖金。送你一副眼镜啊！是他的，他的，来，你也不错啊，没有受伤吧 ？OK 啊，跟爸妈说 OK 啊 ，OK 啊，来来，自己回去啊，打豆浆 OK 啊，还有，谢谢，加码好的啊，好啦，这也送给你，谢谢三位啊。那女生有挑战记录的吗？女生有谁要挑战？女生有没有？你这边挑战四十，啊，你举手，你要是不是？我是啊，不是啊，最高纪录是四十一嘛？哦，这个有，这个够，女生。哇，只有你挑战，还有挑战的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挑战器，你眼镜先拿下来吧。你贵妃啊？一颗啦。试一颗看看，一颗。一颗看看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来，可以哦。刚刚还谁举的？来，都超过二十啊，来试试看。哦，你 OK 吗？来试一颗。这个有可能，如果他这个速度要破四十一个是很容易哦，有可能哦。好，这三个人都有可能哦。你应该最年轻吧？你几岁？快四十。你快四十，所以你第二棒，你第三棒，好不好？预备，第一棒。来，等一下，来进来一点。往前跑。破谢新纪录啊！五千呐。五千块。好了啊，头好壮壮。
哇，恭喜你哦！后面还要撞吗？还要撞？哦，揽接后队，再破，你还要撞吗？可以弃权了。44颗啊，你还要撞？破纪录了！我跟你讲，你撞没有是只有拿到一个豆浆，哎，不是那个红豆。你考虑一下，给你考虑一下，还要撞吗？要。要。好，44颗，大家挑战他，一样啊。你那纪录你也试一试啊。李白，头好撞撞。机会了啊，但是中间 tempo 已经乱了，对吧？好，36颗是吧？好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好，看到了前面有一个44颗的啊，来，加油，我给你一点希望啊。你要破41颗以上啊，你就有5000了哈。预备，来，过来过来，加油！头好，你还没撞过呢，撞过了啊。来来来，试撞。头好，撞撞一杯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进来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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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奏我蛮喜欢的，对，他这个节奏拿球就没有问题，拿球就没问题了，但是很努力，来，第一名破纪录的，嗨，5000，第一名是年轻的同学了，5000，来，你5000对吧？我够跳到1000，哇，第二名的妈妈，你很努力啊，我个人贴1000，哇。大家抱一下啊！第三名的妈妈安顿，来给你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游戏真正有够辛苦的啦！没想到不只是撞气球辛苦，连放气球也很累人的呢。再来要介绍一种外表普通、内在不凡的水果，长得像柳丁，却是感冒哦。啊，这是好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后边这丛是什么花哈？后边这丛叫什么？地黄柑。哦，阿姨是安尼抖音直接背啊？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不一样哎，真的，而且它的香气很重，太重，它一打开其实就有那个味道嘞，是橘子味道哎，橘子，这边就有味道，有，回个叫玻璃哇，回个叫玻璃啊，而且你在削这个皮，我在削苹果，它可以剥皮哎，它是不是比柳丁甜，还是说比它酸，还是什么口感是怎么样？它吃起来像柳丁啊，它吃起来像柳丁，对。像橘子，这样啊，你但是它可以剥皮，这个就很厉害。这个品种好像我们市面上没有买过，所以一般观众也不太，如果碰到这个，以为是柳丁呢。哎，其实古坑这边种最久的大约也差不多有15年了。15年，可是我们台北市面上都没买过。对呀，台北之前卖的很贵哦。有啊，在13年前，大约一斤要到120-130。哇，现在到这，现在大约会在50到80，差这么多一点都跌了，可能什么东西出来物以稀为贵，吃到久了它就变成量产。量产啊，所以我们还真没买过，有谁买过？从来没有。对呀，对红柑都丢了。嘿，对红柑，有东西送给观众吗？哦，有有。哦，这里好重。哎呦，在这个送给观众朋友。好，帝王柑嘛。哇，那我们送个游戏给他们好了。好。哎，追赶跑跳动。好。现在进行追赶跑跳。总共有6位，2个男生4个女生啊，对吧？三男三女，什么什么时候三男三女？规则要改，随时都可以改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2男4女差不多吧。2男4女也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吧。嗯，没关系啊，他们就我们就有2男4女就好。我们就6个就好。哦，观众3男3女 OK， 我们让你们2男4女 OK， 好不好？准备，追赶跑跳后，好，比赛开始了，这位应该运动很强。喝醉了。
们是观众啊。对，其实很多犯规不能跨步要跳。对，还有人首先过去的这样子就没意思了，不行啊，因为整个要跳起来的，两只脚要同时啊，大家了解规则，几秒？八十八秒，八十八秒。那我们应该是要让一下人家啦。对啊，我们这样随便玩都赢的，随便玩都赢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谁要参加呢？我。很踊跃，我来指派好了。好，乖乖指派。就我跟翔哥两个。好。现在四个女生了，好来，请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事？准备。什么东西？我们都有举手啊。你们举手，我看到。而且四个女生为什么没有我？刚刚就说两男四女啊。两男四女啊。啊，就名额就已经到了。啊，他们比较。没有，待会还有嘛？你们可以跟那个沙基奴、刘福豪啊、董哥好好玩。来，就不用抢。来来来来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嘛，不要抢嘛。这样抢。来，大家就位了，就位了。来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第一棒，啊，那个姚江第二棒。那我。好，超您要是一序一序，瓜哥你最后一棒。剩最后一棒，剩最后一棒。行。我推太大力。你干嘛啦？他要大闹神呢，很严重闹神呢。你都贴成这样还上来玩？太辛苦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溜滑。我可以，不是，你是受伤了啊？哦，我已我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玩。你为什么先带完选手之后？你为什么第一棒？第一棒当然是我啊！第一棒要拉人呢。我也可以拉。你要被拉，我们搭拉你就好了。这个谁不看？就一脚啪啪就过去了嘛，那么简单的事情。那第一棒要把一些女生通通这样拉过来。你还不信任我吗？我是不是让你失望过？真的可以这样拉过来吗？你就第二棒嘛，我们俩一起来啊！啊，好啊，你还分一棒六棒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第一棒，我第二棒，其他后面啊。啊，也可以啊，对，没有差嘛。所以我先来啊。你先来，你。好，后面就一下。啊，就来。后面就会要泡一壶茶，坐下聊。不用。好，一杯。好。等一下，你就不相信我的速度吗？哈哈，那我先第一棒好了。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就是蹭蹭就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蹭蹭这样比较快。我了解，因为你停在那里，你会不稳啊。我了解了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放水，放水。好，来，注意点。好，要加油，加油，放下。身手多敏捷，撑撑。不是，撑就插进去了吗？哎，不好跳哎。不好跳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撑撑哎。啊。你刚刚真的有撑捧了下去啊？后来第二次是撑撑这样。不行啊。等我们几秒？八十七啊！他在上面拖太久，加三秒是九十。哪有？我们八十七秒，哇！我们叠了三次才赢呢。该赢还是要赢啊，对不对？公平的嘛，不能这样处罚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拖很晚了，已经很努力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啦，你们他们这组哦，跟我们比是不公平的。我觉得刘福豪、萨基奴，加上你哦，加上谢欣、妮妮，那孟庆啊，好来来来，六好，预备。要撑撑哦，像我这样，要像我这么快。刚刚是表演赛，这是真的比赛了。好，来下进组来，撑！回去了，回去了，碰到了，你还撑撑呢？你要学谁啊？你以为每个都是阿翔啊？好了好了，这个撑的好了，
撑撑啊，留步啊，撑撑啊，撑！哇，漂亮啊！撑撑，他没有办法啦。撑撑，厉害厉害！稳住你，稳住就好了。好，就撑撑。其实你看到没有？你看那个刘富豪啊，哎，蹭蹭真的蛮难的。不，蹭蹭会，我们也想像他这样啊，踩了就过去。刘富豪这样蹭蹭，可是好奇怪啊，一踩我们就晃了。哎，你拿你这投下去啊？对，你几秒钟啊？112，输掉了。来了，等一下，他最后还没颁奖啊，还没颁奖，对不对？我想看你跟刘华谁快。哦，这个还可以比快的。对，就这很难比吧，就蹭蹭而已。没有一到落地，我们就停了。啊，这样。几秒？好，来呗。这边我们这边就你们两个可以蹭蹭。好好好，来。你因为刘华跟他们俩速度差不多，可是我觉得刘华更快。快。落地站起来这样啊，就停。啊。好，听哨音哦。你别急哦，我先弄完再换你。你先不要，先算他了，一位。先阿翔。你有没有按错啊？你才三秒啊！他牛出好了啦！服从裁判，服从裁判。303了 ，OK。服从裁判。准备。刘华加油！快点！耶！2秒53。耶！哇！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输他并不对，人家职业的。对啊，滑垒包要定住啊！哦，对，运动员的运动平衡感，那反应一定要很快，这才是我们的直棒选手。真的，果然厉害，厉害啊！真的，来谢谢，来拥抱一下，来，啊，是，好来，啊，颁奖，恭喜你们获胜，恭喜啊，获胜了，好，继续送幸福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云林县斗六的黄昏市场送幸福喽！黄昏市场里究竟有什么英雄好汉与我们一起比万力呢？哎，今天来到这云林到了很满意黄昏市场，六市场起定啊！不敢不敢，嘛刚好了，刚好都起定啊，叫客气，叫低调，叫低调啊！你哦，还够满意，让大家足满意啊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已经接近黄昏那个味道就对了。对，再晚一点光又没有了啊。对，我家起丢那天行李夹好了哈。感谢瓜哥。啊，没，小董。应该。那阿秋版呢？我们要有人加码了哈。我们在五千下面两家嘛。我们在中地和六船。六船，我们在。哇，你加好了。那欢迎你的加入，那帮我们好好由乡亲打气加油了。OK。来一号。来一号，请坐。贵些，谢谢蛋啊，请进啊！哎呦，贵会让来的莫啊，好娇小啊！哎，你好，您太太贵姓？姓涂，姓涂啊！哎，你可以好好访问太太，不要访问太太吗？他在加油了的。哎，有时先访问太太，能得到老公的心啊！这样子啊？他很紧张，你问他也讲不出来，你卖什么？卖菜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讲不出来的。他讲了，讲出来了。卖什么菜？卖青菜。对了，讲那么多废话，不是卖青菜，不要讲是高丽菜啦，还是什么青江菜啦，都有啊，菜拌就对了，不是熟食哦，是哦，好，那这个是2号，哎呦，哇，帅帅啊，哇，刘德华，你平常做重量训练吗？有。啊，不要因为休息把手弄坏了，这季不能比赛，不可以啊。对。输了该输就输，该赢就赢了哈。刘福豪哈。一号、二号。好。记住，这可以搬，这可以搬，这个可以搬。啊。你们。哇，我们唱歌跳得很大声。比赛开始。
运动员就是运动员。三号，三号，请坐。坐。请坐。啊，没办法了，这个。哎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呦，什么意思又见面？我什么时候见过你？有，我们吃过这个筷子肉干。是是吃过，我们有见过吗？有，介绍过了是吧？听说你们要不早就来了，我们这次得奖的产品啊，特别拿过来跟大家分享啊。哎，假冠买，假冠买，这个还有我们口味啊，口味啊，乖，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嗯，好吃哎，猪肉干啊，哎，那边有蜂蜜也可以啊，高班头，高班头，高班头，既然这么好朋友，有送网友吗？你有送？有有有，真的吗？有提供啊？有有有，应该要提供的，反正我提供。这个呢，啊，要送给观众朋友，哎，我们青花瓷的礼盒，打开看看，哇，观众朋友有福了啊！给送给网友了啊，谢谢老板了，好料，好姓王吗？姓吴，姓吴啊，好，啊，参赛者是，贵姓？是我们的员工，姓陈。姓陈哦，你是员工啊？是我们的员工。哦，做做葱做肉干的，辛苦啊！老板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福利好不好？福利好。他不错，金马影帝阮经天呐。哎呦，很像。广哥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像？你可以说没有啊。哎呦，就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有有。我能说没有吗？那你没有看我像谁啊？哎呀，王宇，王宇。小王，你是王宇，不遇到王宇啊。还有一个洪玉忠啊，洪玉忠，洪玉忠，洪玉忠，等一下，哎，洪玉忠没打了啦，洪玉忠，他当教练啊，我们没有打啦，啊，对，洪玉忠，有像吗？有像，差一个字而已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字，有点像，像，还有谁？宋省长啊，宋省长，对对对，那个长得好像。口天吴先生，太阳下口天吴。来，下面一位，来四号，请坐。留学生呢？哎呦，坐，阵势很大，他跳街舞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看就跳街舞的。你们是云林的吗？科技大学，环球科大。那手一定很有力量。下吧，秋吧啦，我不能叫你跳，我跳我会没力的。对呀。还是你不叫，他们两个也跳。他们两个跳。真的吗？你在旁边当观众。对。那待会秀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不要走了，不要输了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你们。哇！加油！什么感觉？你现在被压下来啊？可不，我脚要抖了。被扛头杵在身上，你知道？哎，你不要走，待会要表演了哈。你不要马上走了。对啊，不要说就那拿点肉干给他们吃啊。抱起来。对，好厉害！谢谢。三号厉害了。今天一下，照你学生没有那么软啊。对呀。可是他的吨位就有点差别。对，你看不出来。现在很多不可貌相了。来，五号，五号，请坐。哎呦，这也是学生？请坐，你也是学生啊？是社会人士，在那里服务。哎，高校，哎，斗六，监视器，监视器，对，啊，哦，台湾破案率那么高，这监视器很重要。监视器的，路边的啊，那样家的大楼啊，对不对？到处都是你的这个团员是？这没有，这是道馆的学生。道馆上来兼跆拳道。哦，你也打跆拳道？你几段？四段。白天做监视器，晚上当老师。老师教练。哦，这算是跆拳道老师。同学都有段数了吗？都有段数了。哦，我都上。你好，不要那么客气啊，来，过来。啊，你16岁？17。17，差不多嘛。啊，虚岁16，足岁17。啊，不，虚岁。虚岁16。你练多久？中班。中班，你当初为什么找到的老师帅？他爸爸是我总教练。是我爸爸。哦，你爸爸是他总教练，所以你不得不学。嗯。啊，了解。来，6号。来，6号，请坐。6号。小帅哥，你囝哈 ，end 到呢？哎，不积极啊！你好，哎，妈妈请坐。大姐，没有。不是，你奶妈妈。不是，妈妈在。这是老婆。又有哦，一个、两个，肚子还一个。三个吗？第三个。哦，是真产报国了。对，第三胎。兄弟是朋友啊。对啊。你都可以吃几块呢？哦，那叫老师。我吃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鸡腿卷。爆浆了哟，这个。大家拿。哦，安装，怎么样？爆了吗？
这是我们市场的名产。嗯，市场的名产呢、啊，这好吃哎。鸡肉第一口下去不觉得鸡肉，可是咬到鸡汁会出来啊。对，嗯，我又没忘记。一定要杀掉锅，杀掉鸡吧。啊，这味道又够。是的，你们结婚多久？生三个了。结婚六年。结婚六年呢，人家现在说养小孩不好养啊，还好吧？你们，你们就自己，因为你在爹嘛，如果你在台北，可能就很辛苦了。台北比较都市比较贵，对，幸福的一家啊，对，这个好好加码，这不要奖励你们了。如果你们真的拿冠军，我个人要加一点钱，加2000块。如果你拿冠军，拿冠军，没有那就不用讲了哈。加油，那个妈妈也辛苦，还要做生意带小孩。而且要说下礼拜要生呢，所以现在算是预产期啊，随时如果因为看的比赛太激烈就出来了。凉水波跟我们讲呢，我们要实况转播生小孩。是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还是实况转播？对，那你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结婚了几个小孩？三个，也是好伟大。加油！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我的手都快出来了，有一个练跆拳道了啊！来一个。你每天带小孩的，对，一手扛三个，没有，目前两个而已，你们扛两个，不是他老婆抱起来，他把老婆扛起来，哎呦，这个就厉害，手有力啊，真的有厉害，所以有人不可貌相啊，真的，对，好，真的厉害，来握手一下，谢谢各位，跆拳道老师啊，第一名6000，我再加2000给你啊，加油啊，来，休息一下啊，7号，哎呦，哇，以后加紧，杰林加油，我儿子。儿子来，肚子真的还啊！你一个小孩，两个，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在肚子里啊。安全班，安全班，什么叫在肚子？不是，有的这刚怀孕的嘛。那这么多种类是你在卖的吗？什么种类？你卖叉烧的？这什么？你看有多少？哎呦，赞！我先来吃这个，品尝鸡肉一下。甘蔗鸡是不是？哎，甘蔗鸡，叉烧的，现烤，跟下午1点的时候出炉。哦，哎呦，安坐，有鸡的甜味啊。哦，皮薄汁多，哎，碎哦，是开胃啊，是你在卖的，对，我在卖。那他为什么他来做福利？他跟你什么关系？没有，这我哥哥，哦，好的兄弟。哦，你在做搬家公司吗？好，哎呦，这个体重蛮重的哈。哇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先收起来哈。下面一位八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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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哎呦，八号好猛啊。你今晚就是要安那阿秋吧？对呀，我总叫你泡茶的天下第一次，我秋啊送小儿子的。来，你给他坐好。来，你也快起来。好，来啊！起码是背后总教你嘛？怎么会有来突然间来一个总教你啦？好莫名其妙，因为这是云林嘉义的嘛。啊，懂哦，附带戏，附带戏啊。对呀。我们在水边文化。对。今晚我们公布电视都唔对，也出去睇。对啊，你无无时间，这个机会叫黄文刚，他是上过我的节目。黄立刚啦，你说不多戏。黄立刚啦，黄立刚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是叫黄立刚？来，跟我配音的这位。你好，他已经有上过我节目啊。哦，黄立刚是哦，现在还在从事这个布袋戏，一直在。他刚刚讲错是哪一个？是金光布袋戏。金光啦，金光。金光布袋戏，实验文系列的。是，对。哦，你做了多久了？已经做了大概快20年。20年了，你3代的嘛？对，第3代。你在演什么鬼啊？他可以那个发条先发出去。这是你们的人吗？对，是这样。哎，这怎么有那么大的一个道具啊？是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 cosplay， 对。那我们公司有成立就是专属的 cosplay， 对，还有一些木偶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布袋戏超大的，族群非常之大，很多。网络上也是。是。所以今天来是啊，加码了，真高兴的加码。你有带红红包来啊？没有啦，你给我送东西啊，送东西，还有送东西啊，太爽了，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啊。
这个见识上，这也是实验文系列第一次出的这个黑白郎君可动公仔哦，转锅具的，这还可以换了、哦，对，这那个公仔所有的关节都可以动，所以关节都可以动，对对对，你有换，你有很多种人物吧？对，我们就是创造这个出来要打败钢铁、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现在很多人设计很多嘛，很可爱，应该有这种吧？对对对，我中央你了，复活者联盟，那我今天是炸我北龙棍，我北龙棍啊，你看台湾的复仇者联盟嘛，是是。系列的哈，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个现在市价大概1000多，有，现在是限量的哦，所以买不到，是，这样送给观众朋友了，哇，太好了，戏迷有机会了啊，哦，刚讲你这个也是观众福利，这等于是我们加码了，来送给我们大家哈。那您今天是派他来啊？是他，正常来吧，他是我们里面最强的角色，哦，是你啊，您好，看起来应该是赢定了，赢定了，加货来，对，别惊，别惊了啊，来来。谢谢你啊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八号，谢谢谢谢谢谢钟教练，哎，感谢感谢，哇，总要一定等你啊，总要一定等你，还要演哈 ，OK 啊，晋级的有2、3、6、7嘛，好，来我们再来一个，8、9，恭喜啊瓜哥，好多，哇，替谁讲哦，数码喜爱哈，红头奖，他还会记得握手。2、3、6、7，对，2、3、9就2号、3号，来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，刚刚好来，好，刘福豪，还有就像我们这位刘福豪，你看的那个洪教练看着你有点怪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有点压力啊，有点压力啊，把他打败就好了，好来，哎，这是我小儿子，来帮宝宝加油一下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了！加油啊！你爸爸是蛮有力的，我看刘福豪不一定能赢他了。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抓紧抓紧啊！有三号，加油！现在赢的最起码3000了啊！嗯，你们好，比赛开始了。手断，对，手要不要受伤啊？对，还是以比赛为主，来握手一下，谢谢。黄金右手，小心啊！已经有3000了哈。哦，还有阮经天，哇，晋级了。接下来6号，哦，6号、7号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他是有机会获得加码的哦。对，你们。6号这位。谢谢两位哈，谢谢。哇，他真的有机会加码了，真的。3、2、2号到最后6号如果赢，还有的加码了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让他们休息一下。冠军战休息一下。对呀，冠亚军真的。我们女生都说没有机会要秋宝。女生啊，现场有女生吗？来，哇，有女生呢。你坐那边，你坐那边。好，一个坐，一个左，一个右，来，请坐。你好，贵姓啊？沈哦。对，3年沈，沈宝镇的沈。云林人吗？对。左右，做妈妈，家庭主妇，啊，对，家庭主妇的，你呢？潘，哪里的？越南的，啊，是越南，我就不敢讲啊，打过越战的。他哪？你打过越战啊？打过越战。你是守什么位置呢？有当过兵吗？你们不要每次遇到越南就打过越战。不一定啊，越战很兵啊。他可能打过越战。
这么年轻呢？有没有扛过枪？没有。他来台湾了，应该很久，来很久了吗？15年了。你做寿司？哦，你卖寿司啊？哦，哪有？我看看。还有这样的啊？哎呦，这个好哎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急，我们帮你处理啊。一盒卖多少钱？50块，便宜啊。那董哥要给我讲一下，好不好吃？什么感觉？它那个米很扎实，而且它就是吃饭的米的，对，很扎实，而且它料很多哎。嗯，料超丰富。总哥怎么一口都没有了？对啊，正在吃啊。真饿呢，我用倒的会比较快。我吃都讲不出话来了。好吃吗？讲不出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一起来请。我怎么样？有两组嘛，两组有冠军的，我们就2000块好了。冠军2000块啊？没有亚军的了。没有亚军的，就一人1000。一人1000啊，先下这两，一杯女生的，没有一杯。好，来哦，要拼冠军才有女子版，女子版就不可以离开，不可以离开，手都背起来，犯规一次啊！离开就不要离开哦，因为来哦，来哦，好来，打过一人不要站的，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打过，握手一下，谢谢。来，休息一下。谢谢潘小姐，你的寿司很好吃啊。谢谢。好，你愿意啊？好，你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来，下面一位，请坐。你好。哎呦，哇，是学生。什么学校？环球科技大学。哦，环球科技大学。那这种条件，我看一看。那个木匠来。有没有？海敏哥，你贵姓啊？等一下，我姓华，中华民国华。华英雄来，不要这样说。华女英雄，左手请握，手可以握着，握着那这里不能离开啊，这里可以抓住，不能离开这里啊，不然成功了。因为好，比赛开始，这学生力气那么大，能进来了。蛮厉害的啊，这个蛮累的哈，两个真的旗鼓相当啊。你也先休息一下，来，男子组休息，女子组休息，来舞蹈的，你们要表演舞蹈，你戴眼镜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来你就来，麻烦你们了，请开始，你好。手没有力哈，哎，两位同学很紧张，已经很厉害了，这个你，而且我难得看到那个 Papi 那么柔软的，对啊，那很柔软，可爱吧，让我想到武力全开的感觉，武力全开啊，厉害啊，是啊，对对，好，来你们就位，来请准备，来请准备，来就位就位，赢得有千啊，哎，有没办法哦，因为我们节目效劳嘛，哎，啊手可以握住，不要离开。好嘞，加油！目前看起来柔软的 Papi 暂时领先了，我们 B-boy 厉害的是厉害在他的脚步了，虽然手比较没力，刚刚扛住。
们努力到一身汗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汗。哎呦，林经理，谢谢。好，女生的冠军先来，来做酒的，来。这个一人一千，我们一人一千跟两千嘛，哈，来一杯。左手可以握住哦。不要腾，可以握住那一根。不要腾空了，不要腾空了，这里不要腾空了哈。不要离开哟。一杯。好，握住哦，请握住，用力。你一起冠军赛。好，到底谁？双方有，哎呦，双方有，队友都盯了，这一看就知道盯很久了。妈妈当然力气大，但是这个女同学也蛮厉害的。女同学刚刚被那个孟庆下那么多力气，有没有？她是哪一个盯在那里？脸色都不变了，要给人一杀气很重。她到底平常是在做什么练什么的？她还在笑呢哦，还在笑呢。你看两个人，我看很人分不胜负了，我看。手在干两次。请起立，我是说他很有力嘛，你们不相信？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市长来颁奖一下。哎，哇，女子组啊，女子组，来，我们这边一千块，女生组的，谢谢。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男生组，男子组的。亚军大赛。有带我的钱有带吧？应该有。有了。刚好加码2000。2000的。如果爸爸哦拿到冠军的话，对，你不能输呢，我给开2000呢。啊，你打赢啊，把冠军2000捏起来呢。你替我们出一口气。紧张嘛，来喊一下加油，快，宝宝加油。加油，来，跟爸爸加油一下。天哪！嫩啊！天哪！来，好，来掐准备哦，两位最后的冠军啊！大六吧。好，两位爸爸，冠军6000，亚军3000了啊！一个三个小孩的爸爸，一个是小六人，今天加油！好，六位的爸爸，我们站在中间了。生三个小孩还这么有力啊，行李家伙，那你已经认真了。对啊，做不来。来，我们先不要坐的，不要动啊。3号起来，都已经优秀了。好，我们先帮我们的3000，我们处理嘛，对不对？亚军是我们来出的啊，是3000块奖金，谢谢，真的很棒啊，很棒啊。谢谢你没有守住我的2000。来，好，冠军，好，来这边请。我们请市长6000块了，6000块。恭喜你，6000块。来，我们走。瓜哥的加码哈，瓜哥还加码，不是还加码？因为他带3个小孩，三个小孩在这里啊，都在这里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待产的。哎，孕妇，你下礼拜要生，你现在还抱重物哦？这样可以，让他下来。不行啊，不行这样。小不行啊，对啊。姐姐抱。你不能这样抱，爸爸抱。对啊，你妈妈这样。对啊，这样不受不了了，太危险。对啊，还有2000块来给你哈，恭喜。好，谢谢我们市长，谢谢。好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锁住名字，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，谢谢。